腰间的肥油，胖胖的人鱼线、马甲线，我想要。右脚踢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哎，这位同学，这位向左同学，还没有到劈腿的时候。是。我卖豆腐，豆腐，豆腐，豆腐。我在日本学校里学的那道功夫。向左之前为了宣传电影《门前宝地》，到刘畊宏夫妇直播间一同跳操，有武术功夫底子的他却打出洋相。向左之前可能也没跟过我跳操，今天也是第一次。你看他已经走的方向跟我不太一样了。向左，向左，你不能看荧幕，那是反的，你要看我。其实我的脚是这么高的。哦呦呦，还没暖身，现在他已经先踢开来了。你知道有些学生在这个当中，他做的次数好像比我们多了一点。哎，这位同学，这位向左同学，还没有到劈腿的时候，不要着急。很好，各位，跟着我们一起，向左，我已经换动作了。对，腰间的肥油，人鱼线、马甲线，我想要。右脚踢起来，各位不准笑哦，要好好跳。往外，再一次。哦呦。向左跳操一言难尽的模样被网友狠酸，为什么一个练武术的人协调性和节奏感这么差？有钱的妈妈，漂亮的老婆，没用的他，是不是他不出门向太就不给他发生活费？他是怎么做到除了投个好胎其他样样不行的？向左，向右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左，对 OK。 今天我们直播间不仅天天向上，我们今天还向左了。